Super.怎么了？这么不开心啊？不是要跟闺蜜去吃饭吗？她怎么走了？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她总是说你的坏话。她说我什么坏话？我又没有得罪她。哎，她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喜欢攀比，总是说谁谁老公多么有本事，谁谁老公多么有钱。只要一提了，就说你不如我。我都跟他说了好多次了，他都不改。哎，你们这么多年的好闺蜜了，不要为了我不开心好吧？我送你去。不去了。真的不去了。不去了。在我看来，好闺蜜的评判标准不单单是跟我聊得来，最重要的是要尊重我的家人，特别是我的老公。早上爱的人正在路上。